别这么说，我的眼光向来很准，所以你可千万要保护好自己，别干过于冒险的事了。我日后的财富自由可都指望你了。这可是你说的，千万别让我找到机会啊。一言为定，挚友。保持警觉，队员。Bronya， 抵达战场，向下一个行动坐标行进。论机动性的话，我们加快，我们马上。看看我发现了什么。发现异常，尽快解决掉这些敌人吧。我们去试验下一项功能。你注意过怪物们留下的痕迹吗？对于我们来说，只有接下来的功能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了。总部研发的模组可以通过怪物留下的痕迹分析它们的种类和特性，但这需要足够的数据支持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进入陌生区域的时候先分析出可能会面对的敌人，比起上一个目标，对于我们的作战会更有直接的帮助。先去找些类似的痕迹吧，这样说明太过抽象了。
保持平稳。数据录入中，分析结果已生成。一点数据都没有，你让我分析什么啊？啊，能不能动动脑子？看来通讯中断还是造成了一些数据同步方面的问题。先手动录入一些数据吧，想要让芯片正常运作还需要一些准备工作。就是我和你提过的，先把影像录入模组吧。数据录入中，分析结果已生成。你自己难道看不出来吗？这也需要分析。应该是数据太少的原因。刚才你应该看到模组自带的技术了吧？相关的数据越充分，分析结果也就越全面。但是短时间内很难进行完善，也只能在之后的调查中多加注意了。当然我也会尝试校准一下模块的，尽可能去除一些不必要的功能。痕迹录入就先到这里吧，接下来我们去采集活体数据。虽然模组看上去还有一点素质问题，但就现状而言，还是先测试完所有的功能吧。保持平稳，就在这里吧。打开模组的实时记录功能，如果策略分析的功能可以正常运作，它会成为最有价值的组件。不该出现在这里的，先撤退吧。只是为了测试的话，有些得不偿失。数据录入中，分析结果已生成。档案检索，拜狼，应对策略，可骑乘。驾驶，这我可最擅长了。喂，跳到他背上去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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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目前看来，模组所有的功能都可以正常运作，只是因为数据问题，稳定性还有待提高。你会习惯的。总之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。我会根据目前的数据进行简单调试，如果在使用中出现问题，可以再来找我。当然，如果出现硬件问题，我可能也会束手无策。所以尽可能不要让芯片在物理层面受到损坏。第三小队的前辈看起来很可靠，我也要加油。尽力帮助大家。
保持警觉，队员。好了，我按照测试结果调整了模组功能。不过，它的个性化编程和策略分析联系得很紧密，所以，比起开发者本人，至少你还多出了关闭模组这一选择。之前我们提到的功能，你都可以正常使用了。在探查周边区域的时候，记得采集数据就可以了。所有数据你都可以在模组中进行查看，如果有特殊发现，记得及时向队友同步。还有，虽然个性化模组不能关闭，但如果你认为自己可以兼顾战术分析，可以主动关闭它的语音。目前还没有发现。事实上，模组为什么会被设计得如此智能，我也不能确定。一切正常。呀，志阳。我再听。你好，前辈。你好，前辈。Thank you.
这周工作完成的不错，舰长要不要一起去喝一杯？